台北地方检察署开的居票哈，我们要请你跟我们回去调查。你看你的名字然后没有错了哈，是你本人吗？对。哦好。你们这边都是亲戚？不知道。可是我又叫隔壁的是伯伯啊。哦，那个是吧？售票哈，收搜索是你本人没有错了哈。我们出示售票，所以呢，我们可以看你的身体物件跟手机的电池记录，没有问题了哈。OK， 嘿，所以你可以先帮我密码几号？嘿，密码，密码几号？你除了知道他的你那个怀旧的名字以外，还有什么其他资料？电话啦，还是住哪里呀、啊？骑什么车啊？要找的资料。要找得到那个人啊？我刚在那，对。